这个上面叫做改建，我的房地产44栋，要安怎处理？啊，你嘛拄我好就好啊。哦，44栋，44坪啊，一间就7坪啊。哦，我本来插种地有99坪，安尼你听好无？哦，啊，就甲恁讲过啊，你要搁拿比赛，我买2800万，换2200万，因买一间拢3000-4000万，无咧贷款。一摆阁拢买两间啊，安尼你听有无？恁着去问恁遐民进党迄几个，你问我要怎啊？我拢申报的，去监察院拢看有诶。政治人物也是要有一点仔远见吼，当然。咱的台南车站，咱的台南车站，我头拄仔经过，我嘛伫遐看，哦，这台南车站较会。我已经过了，你没看过伊的真面目，迄种感觉吼。咱的一个直辖市的一个门面，结果哦，咱甚至别个县市凊彩连台东也好啦，连台东的车站拢比咱台南市较水。哦，啊，这是毋是咱拜台人南的的车头吼，伊要甲迄栋建筑物保留起来，就是对？对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后壁迄阵较有当变做铁路东移嘛，较在要拆迄300几户。哦，啊，就是即栋要保留的，哦，即栋叫做古迹，啊，即种日本人留落来变古迹啊，啊，较早清朝遐留落来遐一款的，伊无咧重视啊，伊敢重视日本人，哦，是讲看遐永吉嘛，砍掉的，砍几多年啊吼，拢还冇看过伊的真面目是到底是有偌久安尼吼，系啊。来，我等下啊，我看下啊，这个上面叫做古迹，我的房地产44栋，要安怎处理？啊，你嘛拄我好就好啊！哦，44栋，44坪啊，一间就7坪啊！哦，我本来插种地有99坪啊，安尼你听好无？哦，啊，就甲恁讲过啊，你要搁拿比赛，哦，99坪，我买一间厝2000几万啊，即马一间透天的拢要4000几万，我买2800万，贷款2200万，因买一间拢3000-4000万，无咧贷款。一摆阁拢买两间啊，安尼你听有无？你毋着去问恁遐民进党迄几个，你问我要怎啊？我拢申报的，伫监察院拢看有诶，44坪啊，毋是44栋啊！你要过来给我点，你毋着爱查清楚，对毋对？投火对毋对？以前有诶一个建物吼，有诶一个建物，伊诶地下伊着有骨力块地哦，吼，靠伊诶对，啊，所以我申报顶头拢有写共同。公共设施，吼、哦，共同安尼几笔几笔啊，几弟弟有诶是勇敢兄，佮有诶是大人继承落来诶气氛啊，气有氛一啊，点仔继咧承嘛，诶去用算是继承诶，迄是新市诶土地。对啊，迄嘛去用算做一笔啊，啊，民进党嘛，甲这拢甲管管做伙咧，甲你加，无啊，迄实马在做。紧吼，几笔迄不要紧，迄合情合理，咱着我着是申报44坪嘛，吼、哦，公共设施一笔，啊，大公一笔，小公一笔，主建物一笔，吼、哦。对。啊！伊要搁干嘛拿即个比赛？若敢若拿即个比赛会通吼，今仔因就免遮紧张啊啦。哦，啊，马进来，但是我甲你讲哦，即、这个叫做规矩的啦。哦，我甲你讲，啊，我甲你解说安尼。啊，你若无查查，你有啥物问题，有啥物争议，哦，你会使搁提起来，我会搁甲你答，好无？哦，YouTube 即、这个哦。勇敢呀！刚才我先上线，给别人，你还可以，OK 感谢啦你，，OK 啦哈，给你加油，祝福你圣诞节快乐！好，Merry Christmas 没事，感谢，再见。再见。这是安尼啦吼，网络开讲啦，啊，要连接我对准配，我有哪会配合你？哦。啊，所以你若是讲啊，有44坪，我甲伊解释了。啊，你若叫伊找，啊，佮有啥物货，该讲我毋对，我甲你回啊。我甲你讲，因是双手两边疆，逐项无不累的，插甲种地变做买几落间厝。我是本来就有诶，哦，阮是落本诶，插种地，阮就是清清，无我当台南会当堪因生存20栋哦，20栋拢因咧执政。我要趁啥物钱，早落去互因铺起来地汤啊！哦，我要用啥下面大细声？哼，唉，迄不要紧啦，哦。
政府议长撤中复杂，到今仔还未定论，还未定论。对，你讲台中的旧车头，地方是安尼啦，旧车头伫咧时阵呢，伊会当甲新车头起起来了后，甲包伫内底，嘛是可以，嘛是可以。所以这无冲突，无冲突，保留旧建物，啊，用新建物，起来无冲突，无冲突哦，而且呢，有当时啊会新旧融合啦吼，会翻新的气象，这是 OK 的啦。不要紧啦，你因为有个人一直在问说，这个民进党厉害嘛？伊媒体甲你报，本来我问伊的，伊拢毋报，拢毋报。所以这个马进吼，咱马进，你讲啥？国土规划，重新规划，有，即马无人要做，无人要做啦，就是讲，咱其实会当，北中南东，啊，外岛迄个保持安尼，就是讲，花东呢要并做一个行政区有必要，因为腹地真大。北北基桃，有人讲北北基桃竹苗、彰中头、云嘉南、高屏，安尼。北北基，桃竹苗、彰中头、云嘉南、高屏、花东，这六个行政区域，用这六个，国土重新规划。当然，这是等于百年大计，百年的大计。伫行政流程内底呢？甲着伊个行政体系重新调整，毋是袂使。但是退出来，当然一定会拄着一波足大个迄个杂音，即见仁见智。因为真济学者，我看过成大个甲台大个遮，因针对国土个计划，我做中常委个时阵，国民党嘛有邀请真济学者来做谈即个国土个计划。国土重新规划呢，伫李登辉的手呢，就已经咧思考咧做啊。你们看到即马已经差不多经过30冬了，而且是百年的代价。百年呢，对即块土地我甲你讲，咱爱去关怀因为整合起来呢，对溪流对饮水迄个事权啊，地水。甲地体诶，迄个事权整合统一，会较好做代志。但是有诶人像即摆合并了，台南县市合并，高雄县市合并，有诶人讲城乡差距又大，颠倒失去较早小区域乡镇自治，又自主资源，路顶啥物货啦，足紧服务就会到。大家爱改变一个思考，因为即摆网络诶世界。网络的世界呢，这个服务会真快速，大家拢伫网络呢，伫咧传达信息，所以未来咱的行政程序有哪会对咧改变，会对咧改变，对咧进步就对啦。所以早早来适应，无咱即马讲一个汤姆IT 天才，结果甲咱创一个，讲什么抖音甲咱禁起来，无你去设计一个新的出来，对无？你毋着给我设计一个讲，我会当，即天才你一当要给我开200几亿，你毋着设计一寡，互逐个当网络顶头，就会当去做伊即卖选民服务。你开发着政府出来用啊，开发着即个民意机构机关来用啊，所以我感觉这还不到啦。所以你讲的国土重新规划，OK 啦，会使，毋是袂使，
但是这还有一个相当有魄力的总统，有当啊，这个总统的遍体鳞伤，啊，不得看，不一样，起码算政客啦，政客较大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政客无法度提出，政客较济啦，哦，无法度提出这个百年大计，就只有4年的大计，哦。我多啦，这，但是一定有出一个不世出的英雄嘛。哦，伊敢安尼做，啊，敢安尼做呢？当然，伊不一定会成功哦，不一定会成功哦。所以咱实际呢，得由下而上，哦，由下而上，咱呢，若是会当民意的声音，拢互你选的当地，你伫倒一区。包括议员，包括立委，迄、那个民意代表，哦，你著甲讲，你著爱甲讲，啊，你甲讲了呢，哦，伊会形成一种诶思维，新诶思维，